即个即大火烧，有哪来哦烧出来即消防法规的一挂空拍？内政部长刚伊发的表示，最近拍算要来修即个啊消防法来做一挂修法啦，将一挂即个啊项目来做啊明显的规定。同时有哪袂当来进行即室内有一挂即表演公共场所的即啊吸烟面，即马有哪袂纳入来即管制？啊，不过立委有哪在积极先呐？这拍破这几届这安全检查拢会当过关的，向得保票。江宜桦讲这爱好市政府家己回答。台中阿拉亚店大火夺走九条人命，保林河塘门建筑内边，够将设计引泡面，就敢那死亡陷阱。地位积极，这地被告可能叫做够台企业的引泡面，出现在几啊届火灾现场。消防单位为虾米无意见？内政部长江宜桦表示，已经加计引泡面，得在消防修法中讨论。立法上面不够明确的，因为时代背景不一样，当时可能没意料到的问题，所以在这两天的检讨里面，我们也决定。要把泡棉或者说更广义的所有的消音器材、隔音设备，通通纳入室内专修的范围。未来公共场所使用计泡棉，会列入消防管制加检测范围，而且根据中的消防修法，也将室内并会表演列入可发生火灾行为的管理加法则，无经过申请，袂使在室内进行这项表演。不过，唔那是修法，立委也要求中央爱追究责任。二十几次的稽查里面，全部都是说合格合格。为什么市政府在过去他营业的期间，没有去辅导他取得使用执照，或者是因为他没有使用执照而依法加以裁处？这个是台中市政府必须回答的问题。江宜桦强调，阿拉夜店当初在建设部商业区登记做饮料店，不过以建筑法加消防法规来看，伊就是手摆性质，也因为安尼才造成地方政府安检上的混乱。不过，是不是有行政上的疏失，中央也正在调查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